大家聊一聊，就是比如说个人生活。最近我们看到谢总就是在养猫，是有一白一黑，真的假的啊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哎。谢总的微博全都是猫，太可爱了。我有四只，啊是吗？我六只狗，四只猫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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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家都是。什么时候开始养的这些宠物都是？其实我一直都喜欢宠物，但是我一直过敏。但是最近两年又好像过敏好了一点，而且这个我现在养的那两只猫算是很短的猫，所以适应了两三个星期比较不舒服的，但是后来就能扛过去。对，后来就会因为爱，然后就肯定忽略掉。那肖总，你家那么多就是猫猫狗狗，会打架吗？那么多只？不会打架，他们会玩，每天都要玩好几轮，然后累了他们就睡了。对，好，然后全部都跟我睡，所以我们就互相依赖。没有想到二位总裁都背后这么温情温暖的一面。